老白到底受到了怎样的屈辱？两人来不及思考，解开铁链后狂奔着离开了这里。不知跑多久，没有力气的两人双双躺倒在地上。男友阿辉还是十分挂念女友，但给圆圆打电话一直没人接听，焦急的他联系了圆圆的朋友，也没有消息。最后他硬着头皮打给圆圆的父母，也被告知没有见到圆圆回家。阿辉担心圆圆出事，于是一路开车往回走，寻找圆圆的踪迹。回来的人贩子发现圆圆和小白逃跑了，害怕事情败露，便一路开车寻找两人。小白和圆圆说起了自己的遭遇，说人贩子玩腻了，就把他们卖到深山里去。他已经见惯了这一切，之前打圆圆也是担心他被替代而卖到大山里去，没想到人贩子很快追了上来。圆圆和小白又继续加快了逃跑步伐，但此时的人贩子却不急于抓住他，不紧不慢地跟着他们，想着等他们自己耗尽体力。为了甩掉人贩子的追踪，圆圆和小白跑向了小路，正好看到一辆车停在小路上，而车里的一对男女正在亲热。圆圆不管不顾地上前想让车里的人打电话报警，正准备拨号，人贩子就赶来了，手机也被摔到地上摔坏了。人贩子抓住圆圆的头发把他摔在了地上，然后告诉圆圆只要他杀了小白就让他离开，还递了一把刀给圆圆。圆圆不愿意，人贩子就拿起弹弓准备解决掉圆圆。小白拿起刀刺中了人贩子的腿，丧心病狂的人贩子拿起刀在小白身上刺了数下。圆圆不敢回头，只能四处狂奔，不知跑了多远。一脸惊恐的他此时又看到了刺眼的车灯，但他不敢呼救，只等车子走远后继续奔跑，直到看到了一户人家才停了下来。这时他身后又开了一辆车，圆圆也是人贩子，有人在吗？敲门，没想到门一开他就被拽了进去。原来身后是赶来寻找他的男友。房子里的人再次抓住我呀，听到男友的声音，圆圆正和人贩子想要开门逃跑，门打开的瞬间，男友阿辉被人贩子的弹弓打伤，还对着阿辉一顿拳打脚踢。这时真正的车主也醒了，他挣脱束缚，拿起刀捅人贩子的腰，但有一个人贩子趁机逃跑，依旧做着贩卖人口的生意。80，没想到遇到便衣女警察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。谨防搭错车，更要提高防范和自救意识。女性在外，切记不坐黑车，不与不认识的人拼车，夜晚打车牢记车牌，电话告知家人。